一分米等于多少厘米？分米是长度的公制单位之一，英语符号即缩写为 dm。 一分米相当于一米的十分之一，厘米是一个长度计量单位，英语符号即缩写为 cm， 等于一米的百分之一。分米和厘米同属长度单位，可以直接进行换算，即一分米等于十厘米。长度单位是指丈量空间距离上的基本单元，是人类为了规范长度而制定的基本单位。常用单位有毫米、厘米、分米、千米、米、微米、纳米等等。国际单位制选择了彼此独立的七个量作为基本量，第一个就是长度，它的基本单位名称是米，符号是 m， 而厘米不是国际单位，